Hello， 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 Plus 女孩辣酱，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这种披着头发的造型了？那今天呢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些高性价比的穿搭单品，毕竟双十一过后大家的钱包都已经不饱了，会有一些均价几块钱的饰品。其实这个应该在前一周就跟大家分享，但是出差实在没有办法，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介绍。还有这种十来二十块钱一条的小丝巾，一些大衣外套和毛衣，以及包包和鞋子。总之今天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本期的内容吧。首先想要和你们分享三条配饰丝巾，因为其实像现在这种秋冬的季节就不是特别的冷，就好像还戴不了那种特别厚的围巾哈，但是这种薄薄的小丝巾是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了。那我这次买的三条，两条是方巾，还有一条是这种条状的。这个条状的我还蛮喜欢，它是这种波点形式的，然后还有两条呢是这种方巾。方巾的话呢，一条我选了这种类似于老花图案的，它上面有这种三色不同的花纹的拼色，这种的话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穿衣的色调，它有偏深的偏浅的，这种你可以根据风格去自己去叠，看哪一面露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个黑白条纹的，然后中间稍微有一点点花纹，是很简单的一个款式了。然后其实我选择的这三条丝巾都是比较百搭经典的款式吧，我看很多姐妹会用它来那个作为一个头饰，就是扎头的那种头绳，或者就是很简单的像这样在脖子前面就很随意的这样打一个小小的扣，就是不用打得特别高哈，就像这样落扣的低一点的，就你穿一个外套作为一个小装饰，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或者还有很常见的一个搭配方式，就是放在包的上面，比如说你在这里配一个不同的配饰，感觉就会不一样了。就你可以根据你每天穿搭的那个颜色可以进行选择嘛。然后这几个丝巾我觉得质感也是蛮不错的，很便宜啦，我记得才十几二十块钱吧，就是买那么两三个基础或者说百搭的款式，怎么的都会用上的，就是不会亏。那接下来这个配饰呢，就是这个是表带，就是如果你有在用那个苹果的手表或者各种电子类手表的话，其实它出厂就是很多配置的就是这种硅胶的嘛。这个其实它不是原厂出厂配置的，它原厂的会更宽一点，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像儿童手表，就有比较幼稚。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表带偏细一点的，我觉得穿戴起来会更加的秀气一点吧。那这一条呢是这种金属材质，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很像那个 DW 他们家的那个腕表的那种表带，它是这种，这叫什么，就是鱼骨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它穿戴上之后就比较适合去搭一些简约呀、时尚高级感的那种衣服，我觉得就搭起来还蛮 OL 风的，就是如果你上班的话可能搭那个会和你的其他的一些各种衣服搭配起来会更加的好看。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皮质的，这个皮质的我还蛮喜欢的，棕色元素的一些单品，我觉得就很有秋冬的氛围，我就很喜欢。然后它这个棕色的，它这个皮质做的还蛮软的，就不是很贵哈。如果说你也有在用电子手表的话，也可以尝试买一买这种不同类型的表带，会给你的穿搭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那说到配饰呢，我觉得香水其实是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却非常重要的香味配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就是买香水的时候会有点纠结，就有很多女士香水的味道是过于浓郁突出的，或者说是太过于女性化，就是和我的风格不太搭。那如果说你和我的想法一样的话，真的可以去试试男友香。那前些日子呢，我有收到这瓶男香，可以说是我的新宠，就是这瓶亲爱男友飞行员男香，喷上它我就一头扎进男朋友的怀抱，就是生活再苦我都是甜的。它是这种反光玻璃瓶的，就非常有质感，然后图标也都是飞行元素的，就是真的颜控一本满足。然后我这个呢是50毫升的容量，就是出差随身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它的这个味道就是可以让我凭空多出个男朋友，它这个香味的层次感是很明显的。它刚喷上去呢是有柑橘调在里面的，就是闻起来比较活泼年轻，我总觉得有一股奶味在里面，就有一点点甜酷小奶狗的感觉，就让我想到篮球场小哥哥投篮后冲你开朗一笑，满满青春荷尔蒙的气息扑面而来。过段时间的中后调真的特别绝，就味道变得沉下来会更 man 一点，我是真的忍不住的一个劲儿的猛吸手腕，真的啊太好闻了。就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像是冬天你钻进男友的大衣之后，就会有淡淡的清爽干净的味道包围着你，会让我觉得很沉静安心，还有一丝丝男性的锐气在里面，甚至有一点霸总那味儿。我喜欢睡前两三个小时在床上少喷一点，然后等到睡觉的时候呢就能感受到钻进男友
有怀抱的快乐，不到100元就能拥有的快乐，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入手的。总之它这个味道呢，就是送男友也行，然后我们女孩子自己用也很好，我自己这段时间真的经常在喷，我很喜欢的，所以推荐给你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姐妹可以在评论区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是一件毛衣，就是这个啊，我这个真的我超级喜欢，就是它上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鸭子，然后它这个小鸭子是做的这种毛茸茸的材面，就是它和旁边的这个蓝色用的是不一样的，蓝色呢是这种毛线的编织的，然后白色的部分是做的绒绒的，就很有立体感，就摸起来真的就很像那种摸鸭毛的感觉，是很柔软舒适的。然后它这个毛衫呢做的是有点偏向于卫衣的这种形式的，我觉得就是像秋冬这个季节，不论是里面穿个秋衣把它作为外面的单穿，或者说是搭在一些外套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个腋下这里呢，虽然说做有一点点的微微的蝙蝠袖，但是一般比较宽松的外套也是可以套得进去的。这个颜色是不是超级显白？我觉得它其实比我身上这种藏青色还要显白，我给你们比划一下，是不是这样看会更加的显白，而且这个颜色就显得人会特别的年轻。我是很喜欢这个毛衣了，它这个毛衣的厚度也是蛮厚的，如果你是北方的姐妹是完全不用担心它说是太薄不保暖啊什么的，穿上真的很厚实，然后整个衣服拿在手里质感也是蛮好的。最关键的呢是它单穿的时候不会扎的身上痒痒的，依旧是很舒服的，就是如果你只穿一个内衣去穿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学生党穿也是很好看的，超级的暖和还很便宜。那刚才的那件毛衣里面我搭的内衣也是这次新买的，就是这一件纳比同款的背心式内衣，它的品牌是 Ubras。他们家内衣说真的某书上面的宣传超级多，但我这个不是广告，就是我想着趁双十一活动嘛，我就买来一件想要穿穿看看怎么样。而且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就是我现在真的很沉迷于这种无钢圈式的内衣，因为就很舒服嘛。然后他们这个内衣呢，就是你买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就是你不用去挑选码数，它写的是90斤到140斤都是可以穿的，而且最大是可以穿到 D 罩杯的，就你们看它这个弹性是超级大的，就我穿上都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它穿上后呢是那种就是很贴合你身体的那种感觉，而且穿上之后后背这里是很平滑，没有那种内衣勒痕的。相信很多姐妹就和我一样，就是秋冬穿一些打底衫，然后衣服后面这里被内衣勒的就很像是捆住的肘子肉一样，就一层一层的，真的超级难看，然后穿上它真的会好看很多。我发现它里面的这个棉杯啊和我之前穿的内衣是不一样的，它是做的这种水滴型的，我觉得这种形状好像穿出来胸部的线条会看起来更加的好看一些。这个内衣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入手的，因为它真的太软太舒服了。就我看有些人做运动也穿它，但是我觉得就是做那种比较剧烈的运动还是穿那种专业的运动内衣会更好一些，我是做那种新手瑜伽的时候会穿它就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蓝色也很好看，就很显白，总之这个内衣呢推荐。接下来呢是一件这个黑色的呢大衣，它这个大衣是比较应该属于短款的吧，反正穿上在我屁股根那块，然后它这个内衣里面呢也是有这种就是带棉的夹层的，就是天比较冷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件衣服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才98块钱，真的就学生党你们真的可以去冲一下的。然后它的这个胸前呢是做的这种就是牛角扣的，这种也是比较有年轻时尚感的，就比较有学生气一点，我觉得学生们去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整个面料呢是带有一点点硬挺的感觉的，这个黑色反正是蛮显瘦的嘛，这个袖口这里呢我是比较喜欢穿着的时候这样扁起来能露出里面的打底衫，我觉得会更加的显瘦能好看一点，就是整个穿搭会更加有层次感一点。然后呢它这个位置也是有口袋的，就你平时放个手机啊什么的安全感还是满满的。然后整个衣服拿在手里也是有一定的分量，我觉得很适合学生党了，可能你今年是这个喜好，可能过几个月你就是另一种喜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外套是真的非常适合学生党，穿上我觉得还是蛮显瘦的，因为它这种带有一点点硬硬的廓形的感觉还是挺遮肉的，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接下来呢是这一件棕色，应该是棕巧克力色的一件呢大衣外套，它这个是一个长款的，穿上在我的膝盖位置附近，我身高1米62，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这种长款式的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梨形身材的姐妹，就是我就属于梨形的嘛，就是我的屁股臀部呀什么腰腹那里真的超级的胖，像这种长款的就能很好的遮盖到我那里的缺点。里面呢也是做了这种就是有棉的夹层的这一款，我的
一大衣外套很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巧克力棕色的，但是今年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流行，就还蛮有质感的，就是它介于黑色和驼色之间这么一个又显白又不会显得过于沉闷单调的一个颜色，我是很喜欢了。然后这个的毛呢料摸起来也是很柔顺的，没有任何那种扎手呀或者刺挠刺挠的感觉。它牛角扣的扣绳这里是用那种皮质的，看起来质感还是蛮好的，就北方的这个大风一吹它的御寒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颜色就很高级，就比较高级的一个咖色，也很显白，对不对？我挺喜欢这个颜色的，这一件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推荐给你们，很好看的。接下来呢来分享一双鞋，这个鞋子其实不在今天这个100左右的这个价位区间，它是今天所有单品里面最贵的，买下来是599块钱。其实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白色靴，今年很流行白靴，但是它打折下来要1000出头，我实在还是觉得太贵了。它这种带点灰调的亮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它这个拉链这里的这个顶端做的是一个小小的红边，啊，我觉得就是给这个普普通的一个黑鞋一个小小的亮点，然后整个跟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对我来说就是健步如飞的这么一个高度吧。然后它这个也是后拉链的，这个拉链也不会什么磨脚啊什么的，而且这种鸡皮的鞋本身就是弹性很强嘛，就你的脚比较宽，穿上去也是可以撑开的，对于脚的包容性还是蛮强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下期会给你们出一期秋冬的鞋子合集，因为最近还买到了蛮多双我挺喜欢的秋冬的靴子这一类的鞋，我就很喜欢。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包包，这个包包呢就是我买它纯属就是为了能把电脑和 iPad 带到上班的地方用，因为我很多秋冬的包就是比较小，装 iPad 可能勉勉强强吧，但是如果装笔记本的话就有点牵强了。那像这个的容量大小呢，就是你放 iPad 完全可以放到里面，然后你装平板电脑的话就是你把它竖着装，这里可能会凸出来这么有个5-6厘米的边边，我是完全能接受的。然后它这个球球是我自己后面加的，它本身是没有这个毛球的，然后它这个皮质就它不是真皮的吧，应该我感觉不是真皮，应该是皮革类的吧，摸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拿在手里这种包就比较简单了，有没什么就是可以过多去讲的啊。这个有点贵啊，我一直以为我是120买的，我刚刚一看282，有点尴尬。然后突然觉得它200多，就是200多它也还可以，但是性价比瞬间就低了一些呢，就你们看情况吧，看你们喜不喜欢，我是觉得蛮好看的，我觉得就是比较百搭了，就是只要带电脑只要带 iPad 我就绝对会背它了。那最后呢就是来跟你们分享我手上的这些饰品来对焦，就是我手上的这些主要呢就是一些这边都是项链，然后还有一些耳挂戒指，然后发夹耳钉这些饰品，然后这些所有的饰品都是我从1688上面买的，就是大家去淘宝搜是搜不到的，我到时候给大家给链接的时候我会写一下的，你们到时候搜不要搜错了。所有的价格呢都在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质量是真的还蛮不错的。那首先呢是一些项链，那项链的这几条均价都在10块钱左右，那我就一条一条跟大家讲。首先呢就是我身上戴的这一条字母链，就也是我刚才这上面有一个，我是买了两个字母，就是我名字的里面的字母，我觉得这个长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一根小棍在这里，它这个其实很好看了，就你搭一些毛衣或者说你和一些其他的项链做一个叠搭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它这个圆柱呢上面有镶嵌一些小的锆石在上面，就看起来是蛮闪闪亮亮的，尤其是在光线比较强的地方还是比较亮眼的。那还有一条呢它是这样子，是这种双链形式的，如果你要用它继续和别的项链做叠搭也是很好看的。我前几天有一个视频我就是带了它，底下还有评论里面有姐妹有在问的，它这个哎，我记得是9块钱吗还是多少钱，就很便宜，完全超出了它的价格，我是很喜欢的。那这一条呢和刚才的几条不一样，它前面呢有这样子的，就是小碎碎的圆方形的吧，方形的这种小金疙瘩装饰的，而且它的长度佩戴上之后和我的身上这一条的项链的长度是一样的，也是比较修饰我的脸型的。那最后一条项链呢也是今年很流行的这种我就叫它为锁链形式的吧，因为今年真的很流行这种锁链形式。然后它这块其中有一个锁扣这里呢是上面也是用的这种锆石吗还是什么，就弄得波光闪闪亮晶晶的感觉，还蛮好看的，就是追逐时尚的年轻人。再来给你们分享一条手链吧，这个手链是今天的唯一一条手链，很有纹理的一片石头的感觉，然后旁边加了个小珍珠，而且它这个手围很大啊，就如果你是胳膊粗一点的姐妹也可以戴的。接下来呢是
两副耳钉，耳钉其实只有两件了，一个呢是这种，我就姑且称它为小金豆吧，因为它做的是这种像很像小黄豆一样的感觉，然后它这个中间是空心的，就是但是戴到耳朵上你是看不来的哈，然后它就是戴上之后不是很重，然后又很有质感，3块钱还是几块钱，就性价比极高。还有一个这种耳环式的耳钉，就小小的，就不方便给你们看，这个小耳钉也是我前些日子在视频里面有出现过，很多姐妹有在问的，这个款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日常，我很喜欢这个耳钉，我已经就是这个耳钉我买了两副，我觉得我真的太机智了，还好我买了两副，好看。接下来呢是几个耳夹和耳挂，就是它是挂在耳骨这个位置的，就是它不需要耳洞也是可以的，就直接夹在这里就行的这一类。这个呢是一个珍珠型的，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就是甜酷甜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种银色的，这是今天所有的视频里面唯一一件银色的单品，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种铃铃当当的，这个我很喜欢啊，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一点点，但是它挂在你的耳朵上是真的好看。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耳，挺有个性的一款吧，也是今年的网红款，很多平台都有在卖的。耳饰最后一个就是我耳朵上戴的这个，这个呢也是那种锁骨链的形式，就是它没有很夸张了，但是呢就是也会有酷酷的感觉在里面，就是走起路来就是你头发这样盖住它可能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就是你无意间露出来还是蛮好看的，我觉得挺有质感的。接下来呢是我手上的这戒指，一共是6个。首先我觉得比较简约的呢有2款，一个是偏向于面条型的，就很扁平，还有一个呢是扁平的锁链的感觉，它就很适合和其他的戒指作为叠戴，我觉得就很适合，它不适合作为主角吧，但是就是默默奉献的那种类型。然后还有两个呢是比较浮夸的两种类型，上面都是有就是小碎钻啊这种装饰的，一个也是这种锁链的形式，它上面是做了很多就是小碎钻的感觉的，这个其实戴出来还挺不灵不灵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的，它是一个交叉形状的，也是很好看了，我觉得挺显手指头细的，我觉得这款我是最近戴的还蛮多的，我觉得蛮好看的。最后还有两个戒指呢是比较秀气一点的款式，都是有一点点珍珠玉石元素的，一个呢是这种环形的，它是半环形的，然后你戴到手上就比较小家碧玉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上面有这种像小宝石一样的，我觉得这种细细的首饰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然后我刚才说的这6款戒指全部都是开口戒，就是可以随意调节大小的。那最后两件就是发夹加头发的哦，这个发夹是今天唯一一个视频里面从淘宝里买的，是我买衣服的时候顺带买的，小珍珠在这个上面，就是嘟嘟囔囔的还蛮可爱的。它这个是没有夹子，它直接是这样子搬开的，开口的，就戴其实还挺方便的。就你们大概看一下，是不是戴上就很有韩系女孩的感觉？就这个作为一个小小的装饰还蛮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种上面像是宝石方块这种感觉的，它下面呢是这种有夹子型的，这个相比于那个呢，它会更加的牢固一些吧，就是也挺韩系的吧。就今年这种就都还蛮韩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看的。那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今天的单品也有很多，不知道有没有讲到你满意的，你喜欢的种草的，价格都很便宜了，所以今天应该不至于让大家剁手剁得很厉害。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希望你能喜欢我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为我的视频一键3连。我这会儿的嗓子有点哑，那今天就这样吧，希望你们天天开心。